好，大家好，肥肥赖到赖七楼老老伯嘅潘忠雄，哎，讲翻九月一号嘅当日，啊，有人发咗架咁嘅机，哎，见到啦，系、哎、啊，冇错，就系嗰日打风打八号变九号风球嗰一刹那，叫埃及航空啊，787点慢慢慢慢落地，就系咁啦。啊，慢慢睇翻嗰架機，當日點解機管話全停飛有人講嘢之後咧，就係嗰架機，誒嚟啦，慢慢落地，然後嗰一剎那啦，慢慢咁樣去到慢慢個機先點樣慢慢拉停架機咧？唔係咁喎，係慢慢垂死喎，係咪咁咧？嗱，咁樣講喎。啊，嗱咁啦，就落咗嘅。佢然之后个机师落咗地之后咧，佢话今晚当日过夜晚飞嘅，点知无啦啦变受个风球，有乘客冲入飞机里面，所以无又有佢啲运油车打风唔入得机飞机里边嘅。所以架飛機咧，當日就取消咗。不過原先第二日咧，又跑翻架 delay 上去喎。係啊，都係好神奇啊！佢當日開航嗰架，佢落咗嚟之後咧，隨時佢啱啱5:10几已經 share 啦，然後打後已經九號波。好啦，佢哋又話飛唔飛呢？佢話狂奔冇辦法 delay 啊，取消咁嘢。點知佢又話8:00几9:00佢話入邊有人食緊嘢喎，10号风球10号风球我走啊嘛，佢哋啊，然後有人有啲不足知名嘅客人衝入飛機裏面，係啊。搞到自己航空先要等嘢出嚟，係好尷尬咧。啊，佢當時係9号10号風球嗰一刻喎，機場係400几人嘅，裏邊咧唔知咩事，原來有人衝咗架飛機裏邊嘅，已經人講咗出嚟，因為真啊，你要了解一下咩事，係啦，重播點解嗰架機？唔係咁爬升，一直落地下，好啦，咁樣直落地下喎。啊，好，講完呢單嘢啦，好，講翻嗰單嘢啦，我哋啊，點解啊，攞翻當日嘅嘢啦，我哋好啦，啊，機管局嗰日講嘢啊嘛，啊。冇錯，啊！嗰日講好多間航空公司講嘢嘅，係啊，做咗啲咩咧？好啦，講過啲咩咧？好啦，啊！嗰日你翻呢個演示版。系啊，唔好话取消喎。嗱，讲完呢一度飞机不能飞手事件，好多谢观众，飞飞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